全民乒乓大挑战第三关，控球王考验下大家控球做唔做到随心所欲嘅境界。运动员要沿住台边反复咁将个乒乓来回咁打，直至行完成张台，成功护送乒乓安全到站，就系控球王啦。呢项挑战要求运动员保持稳定嘅击球力度、角度，仲要配合埋移动身体嘅速度，真系要有翻咁上下功力先至做得到啊！唔好急，一步一步嚟。咦，就系呢位运动员可以行到最后，控球王就系你啦！